北卡日常夜间版，以前我在影片里面介绍过的宠物友善商店，这个狗狗是可以带进去的。Home Goods， 来来来，过来，好多 Christmas 的东西哦。对呀、啊，你要介绍一下吗？是一个词穷的人。不是，我想一想啊，嗯，这些东西在过了一个月之后就会清仓销售。看这么多漂亮的礼物，哎，就觉得好像很热闹。现在台湾圣诞气氛也是很嗨的。哎 ，Xbox 放什么？这是吃的还是用的？巧克力吧。我又觉得好像那个挂圣诞树的、哦。对，巧克力啊。啊，分不清楚，这个到底是巧克力还是那个？巧克力的、啊。这么大颗的巧克力怎么吃？这个是 hot chocolate melt。这个是丢到热水里面，这边热巧克力的哦。但我又要牵狗，又要拍片。好，好吧，给我吧。来这边是要去很快抓一个要送外甥侄女的礼物。哎，给 Elsa 打扮成圣诞老公公怎么样？是怎样？请看一下画面好不好？你在拍什么？哦，这是美人鱼装扮，这像女生的吧？对啊，这边有卖恐龙的耶。这是要送外甥的。这不好吧？还是介绍一下好，这个很赞，这不是变装道具哦，这是一个保暖的腿套，家里只要有这个，你的小孩子全部变成蓝骨头哦。好吧，那就 TJ Maxx 买恐龙好了。那 Home Goods 就这样啦。好啦，哎呀，我还想看一看啊。我看一下那麋鹿是装饰的还是使用的？五三小鹿用的东西啦。不是，我瞧瞧里面装什么嘛？没有吧，应该就是这样。哦，哎，这麋鹿上面还有星星洞洞，看起来好恶心哦。好恶心哦，金光闪闪，紫气东来。台六北贡。哎，他卡到我了。他想走了。哎呀，你土包子，你看到了没有？鹿这个原来是这样子使用的。我觉得不是，不然它怎么会卡着一个这样？哎，在家里买一个这个真是很定位耶。去下一家店了好不好啊 ？OK OK， 那就走啦。到宠物友善商店的 TJ Maxx， 大家都爱 TJ Maxx。请问这是死狗是叫什么？叫什么？一手拿相机，一手牵狗，真的好累哦。来，给妈妈帮你拍。嗯，好了，我拍过 TJ Maxx， 我拍过 TJ Maxx 了啦。现在要去帮那个外甥拿恐龙尾巴。我每次来跟 Expert 逛 TJ Maxx， 我通常都是要把自己捆起来，这样子线才不会太长。那你怎么走路啊？就是大家这样子吧。哎呀，真是辛苦。你去拿恐龙尾巴，我看一下衣服。我还想说，我拿恐龙尾巴的时候，你要帮我拍一下。哦，这样子啊，好 ，OK。你看，你又逛起来了。哎呀，你妈妈爱漂亮。搞定。我不懂，你看它下面也是这样分叉，这什么鬼啊？恐龙尾巴哪有分叉？所以小丹很用心，他知道这里也有。你可以不用一直讲正面的话，没有关系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北卡日常，可以不？我们叫小丹圈圈看。谢谢大家对于这些灌水影片的包容。哎呀，在北卡灌水，你已经很用心了，你拍得很好。谢谢啊。在北卡生活就是这样子，简单朴实又单纯呐。好，那我们下个礼拜的影片再见吧，拜拜。